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小胖。我现在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如果你的身体现在突然发生了异样，对不对？你会不会第一时间去医院去救人？我想怎么说呢？有绝大部分人会去，对吧？我身边也有很多这种人，可能有个头疼脑热发烧了，对吧？急急忙忙就去医院，生怕把病拖大了。首先怎么说呢？当然啊，这我只是发表我自己的意见啊，也不存在说这是去诋毁什么人啊。首先，我自己这个人就是我是一个不太在乎自己身体的人，对吧？大家肯定有人说啊，你净搁那扯淡。我为什么今儿想说这个话题呢？因为我身体现在出现了比较异样的一个状态啊。这个东西是什么呢？我心里大概有个数，是啥呢？那个说出来大家怎么说呢？可能有些人认为扯淡啊，尿血，对吧？大家说，哎呦，我尿血。如果你现在发现你自己尿血，你会不会第一时间就去医院？我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，现在已经第三天有这个症状了。这个怎么说呢？出来的都是红色的啊，就是基本就全是血那种状态，看起来。但是我现在还是坐在这里，对吧？跟大家侃侃而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之前就出现过一次这样的状况。这个状况应该是在2年前吧，2年之前。当时我是维持了持续了一个月。我是连续尿了一个月的血，然后呢，最后我就是怎么说呢？因为我认为这个东西吧，就说完的尿一天两天我不当回事儿，对吧？尿10天8天我也无所谓，但是连续尿一个月，什么时候尿，什么时候有血，这个时候呢，也是家人也发现的。当时那阵还没拿呢，没离婚呢，后来那个让那个发现了，发现的时候吧，我当时我也说不去医院，去干啥？没有啥事儿，因为当时这种东西，你要说不害怕那是假的，对吧？我上网查了一下，无非几种病：膀胱癌，对吧？肾炎、胆结石、肾结石，只有这三种症状啊。当然，我都是百度看的啊。这是三种症状能出现尿血这个。后来我想了想，肾炎，我上网查了一下，什么肾炎呢？肾炎并不是大家想的什么感冒发烧那有炎症，对吧？肾炎是一个不治之症，应该是，对吧？最终可能就是时间长了就是尿毒症，这是肾炎。膀胱癌大家不用说了，这个癌这个东西，对吧？这个基本得了也就差不多是 game over 了，而且有症状的时候就更不用想了，对吧？既然已经尿血了，如果是膀胱癌的话，那必然就是已经有症状了，那你也就不用去看了。说白了，看了也就是花钱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这个肾结石，肾结石是个最好的结果。所以说当时我就拖了一个月，后来腰疼，腰疼的不行了，那段时间已经疼的已经不能站起来上班了，这没办法了。去医院了，当然我的前提是我穷，对吧？因为我知道，我们现在对于我而言，对吧？我知道这种病，我到一趟医院，你无论什么毛病，你做一套检查下来，对吧？就是1000000块钱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对我们普通而言，沈阳人工资一个人就高，最正常就15000块钱。我随便一个头疼脑热去趟医院1000多块钱，我消费不起，我也舍不得，对吧？而且我认为我身体也没有啥症状，尿血去呗，在我看来无所谓。就这样，后来没办法，因为自己疼的不行了，去医院。果不其然，花了4000块钱将近3000-4000块钱，又做这又做那，做最后一溜是那点是啥？是肾结石。肾结石呢，我也没采取啥治疗手段啊，我知道这玩意儿就行了。当时大夫告诉我多喝水多蹦，回来时间不长呢，这个症状消失了，这个也不疼了。肾结石是非常疼的，这个症状都消失了。直到前天大前天哎3天之前。又发现了这个症状，对吧？现在我依然没有去医院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一个身为一个普通人，对吧？在我看来，医院的费用非常高，对吧？我这个人也不是一个特先例的人，所以不是急特殊情况，我也不想去医院。我现在的想法依然很简单，无非还是这三种病，对吧？肾结石去医院了，我也不想做手术，对不对？我也就多喝水，多蹦跶蹦跶。那两种呢，说白了，我认为得上我也没有啥意义看了，对不对？我有那钱给孩子留着，好不好？所以，在我看来就无所谓了，对吧？这个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。所以在我看来，可能真的无所谓，对吧？但是换一句话说，你说我不想去医院看一眼吗？或者是不想去医院查一下吗？其实想，只是我败给了现实。因为我知道，就即便我去医院，我认为花1000块钱、花500块钱，我都感觉不值，明白吗？因为你要知道一件事儿，我们现在的医院就和我这俩人。现在的大夫根本就不是看病，哪是看病啊？那纯是扯猫捞子的，对吧？你到了，先验血，再验尿，验排完这个，排完那个，排了1溜13张。那说句实话，我一直怀疑现在的医生啊，当然我没做过手术啊，这个外科医生肯定很牛逼，就是这些所谓坐诊的医生，他们到底会些什么？
知道你症状了，检查了一溜时辰长，最后指标拿过来，啊，这个指标高，那个指标高。说白了，我不学医，我不懂，我是不是翻一本书？如果他，我把我，比如说我肾疼、腰疼、哪疼，我把关于这个位置所有的东西都做完之后，我是不是拿着报告我自己就能给自己诊病了呢？那你说我要医生何用啊？对吧？这也就是我现在对医生没有太好的一个印象、一个想法，因为他的看病，所有看病的根据都是让你做完各种各样的化验，对吧？各种拍各种各样的片子，到最后他看一眼片子，告诉你怎么地怎么地怎么地。在我看来，哎，这医生现在也就这样了，所以说我一直对中国这个中医啊是非常佩服的，对吧？中医是啥呢？对吧？一号脉，一天一病法，看看这，看看那，问点问题，他大致他知道你是什么东西，他不敢说确诊，最起码他心里有这么个数。而现在的西医根本就不管，对吧？甚至说这东西你就做，对吧？你不做，连是什么怀疑什么他都不会告诉你，反正你做吧，你看片子说话。所以说，在我看来，现在的医生已经失去了这么一个怎么说呢？这个，在我心中那个所谓神圣这个地位啊。现在国家要二胎，要三胎，要四胎的，对吧？想要八胎，想要十胎。我们现在说，嗯，现在是把教育问题给治理了，但只是一个开头，对吧？衣食住行，它只是整了一个学校，而且大家知道，可能说是学校是一大块，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养一个孩子，对吧？就像我儿子感冒发烧，去趟医院，没有500块钱出不来。小孩体质不好点，一年下来去医院的费用有多钱？当然没有大病的情况下。只是小病小的小去的头疼感冒，说实话，医院我身为普通人，以我现在这样，对吧？我现在干二手车，我也好几个月没卖车，对吧？我自己都快饿死了，我是真去医院看不起病。所以说，还是一句话，我不是不想查，对吧？再一看了，第一个我必须得承认啊，一个是我自己，第一个是不当回事，你说我去医院查不起吗？也不是自己说查不起，对吧？只是我不想去，我认为花这钱是冤枉钱，没有啥意义。第二个是因为他这个价确实不像说个100、200、300、500，对吧？到他医院就完事了，那一整就几千块钱，我说几千块钱我干点啥不好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是我的一个状态。当然我也希望，如果也不用，其实也不用说我去提建议什么的，对吧？咱这样说，如果不差钱，对吧？那一天一体检才好呢，谁都希望自己身体好。但是现在有多少人你会发现都说每年你做体检呢，对吧？对身体好啊。有多少人癌症发现都是晚期了？难道他们不知道做定期体检好吗？对吧？为什么？因为医院的费用让我们望而却步。有几个人会每年、每半年、每几个月定期去做体检的？那是花的是钱，不是说上嘴皮碰下嘴皮，对吧？说体检就体检。所以说，这也就是我认为中国家的医疗，对吧？确实是一个大山压在我们身上。就包括我现在因为我之前一直交着保险，对吧？现在我保险也不交了，那更意味着就怎么说，我现在还是在想还能享受这个医保这个待遇啊，因为我现在属于领这个失业金状态，对吧？有一天你说我这个东西没有的时候，我医保一旦要不交，那我可能就更看不起病了，对不对？交医保呢又是一笔很大的费用。所以说对于医疗吧，对于普通而言，我认为医疗的价格实在太高了。好，就说这么多，谢谢大家。